别注意哦，我还特别注意你的领带哦。领带呢？啊，你的领带哦。搞到无色。你是有高人给你指点规范啦哦。连打领带都要。红的袜子，你起码是一种帝王之色哈、哦。就是这条紫红色的领带，被立委解读成吴敦义有帝王梦，急得吴奎连忙撇清，却又不小心把选情挂在嘴边。最近的民调也不是那么好，啊、哦、啊、这个。那你要看什么民调？你看你同颜色的民调，你心情很好。我不是说选举民调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嘛。你们一碰民调，你就说这个选举。我说你们的施政满意度的民调，不管说高转啪啪照，你自己打呢。从审查预算到2012选情，质询场上前院长吴敦义有问必答，就连铃声响起，台下交锋依旧精彩。因为被多站了好几分钟，你是看无起台湾人，不是看无起我林郑。三新闻邱爽、刘文富采访报道。